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罗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。 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单挑是三颗星的吉利蛋啦、啊。那吉利蛋呢，在2月22号的凌晨5点之前，都会在三颗星的通缉站道馆里面出现了。哎，是吗？好啦，那这边呢，给大家附一下通缉站的列表。那虽然有些宝可梦跟那个粉红色是没有关系的啊，那我们这次出战的阵容呢，就是三只怪力，两只铁掌力士，再一只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。哈哈，啊，斗笠菇好不好？有点忘记它名字了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没错，我开的是四人房，因为太多人进来了，我明明就是想一个人单挑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快速进入战斗后面吧。Thousand years later， 好，这边我们就进入战斗画面哦。首先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吉利蛋怎么比我的怪力身高高好几倍啊！天啊！好啦，这边呢效果绝佳，这边好像打得动哎，我感觉预计90秒、90秒、87秒那边就能够打败他。难得吉利蛋的 CP 就只有5000多而已，蛮稀奇。这边他魔法闪耀没闪到，可恶！这边他的招式是一年头腿以及魔法闪耀，都是克制我的招式啊！害我的怪力已经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血量了。那这边呢？哎呦，赶紧闪一下他的魔法闪耀！这边送你两发爆裂拳呐、啊！哎呦，更新还没死！我这边在127秒的时候已经成黄血哦！哎呦，第一战还算蛮打得动的啦。我觉得官方应该再调整一下 CP， 不然真是太好打了。好啦，能打的能一个人单挑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呢，说着我的前锋已经先下台了。那接下来换我的近身战的怪力，每次都是洗不到暴力拳的怪力啊！可恶，下次我一定要洗到，不要再给我洗到眼崩了，我跟你讲。OK， 那这边呢？这边好像，哇，两个哦，残血啊！天啊！啊，这边，这边第三只怪力刚上来，他就下台了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这边 CP 看不太清楚啊。加三哦，神奇糖果加蛮多颗的。哦，有。一半招式学习器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几颗球，哦，12颗。这吉利蛋应该蛮好抓的吧？那我们来抓吉利蛋喽，669，我不知道它高还是不高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等它攻击。好，首先，快点攻击啊！哎呦，我们丢 ，OK， 有一个 Great， 原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竟然一球就抓到了，真的这么好抓？我只丢了凤梨果，那因为这周有糖果加倍，所以是获得12颗糖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引以为傲啊！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各位观众，我是贝尔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